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11月份的22号，第三个礼拜天。我们的题目是笃信不疑，经文是罗马书第1章14到17节。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我们的帮助是靠造天地万机有华的名，他所成事直到万代。愿恩惠平安从父上帝并主耶稣归于你们，阿们。读今天的金句，罗马书第1章16节。罗马书头一章16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尼人。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一位使徒，是一个使徒，也是一位福音人，也是一个福音人。他不以福音为耻，他不以福音为耻，甘心以欠债者的心情，甘心以欠债人的心情，来乐意的为福音付上代价，乐意的为福音付出代价，领人归主，带人来归主。他的一生，也一生真是难能可贵，真是难能可贵。好，我们唱诗第一首，十个吟诗头一首，大军来临，大军来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而乐。你是超乎众人之上，你超乎众人以上，住在众人之中，点在众人中人，也是让我们领受敬拜尊荣的神，也是让我们领受敬拜尊荣的上帝。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今天我来到你面前，存着谦卑的心，要存着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到你面前，因为你说
因为你这样说，上帝是个灵，上帝是个灵，敬拜他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敬拜的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让我来到你面头前，纯净的心来敬拜你，纯净的心来敬拜你，也求你用我们这一生，求主你用我一生，不至于百战地图虚度光阴，不至于来白战头对虚度光阴。我们白白领受的恩典，将我们白白所领受的恩典，你的福音，你的福音传给需要的人，传到需要的人，像保罗一样，就能像保罗呢，怎样对以弗所的教会说？怎样对以弗所的教会讲？我在你们当中三年之久，我伫恁中间有三年忽然久，两手亲手做工，两手亲手来做工，没有一样好处，没有不给你们的，无这样好处是。主啊，少壮的狮子还确实忍饿，主啊，少壮的狮子还是缺食灵，少年人也要全然的扑倒，少年人还是全然的跌倒，但是等候你的人总是听你的人，必要重新得力，必要重新得力，他们奔跑不困倦，因奔跑不困倦，他们行走不疲乏，因走路不亚闲，必须展开清晨的翅膀，要展开早起时的翅膀，用信心祷告，用信心来祈祷，提升自己到你圣宝座的面前，主啊，你是我们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主啊，你是你高天升到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你并不是为了体恤我们的软弱，在这多苦多难的世界里面，在这多苦多难的世界中，我们许多人遭遇各种不同的患难，真多人遭遇不相同的患难，并且受试探，受试探是我们一般人所受的，是一般人所受的，你认识我们，你是信实的，你是信实的，你必不让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自己所能受的，你一定会让我们受试探超过我们所要求的，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你就要开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你要为我们一条出路，什么能够忍受得住，让我们要忍受得住，主啊，你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主啊，你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你是凡事受过试探，你是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跟我们相像，只是你没有犯罪，只是你没有犯罪，所以你能够搭救一切受试探的人，所以大救所有受试探的人，我们今天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今天我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要蒙恩惠，为着要蒙恩惠的怜惜，你的怜恤做我们及时的帮助，给我们及时的帮助，愿神恩待我们，愿神对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身体健康，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信心坚固，我们有信心坚固，笃信不疑，笃信不疑，有智慧，有智慧，有能力，有能力，有信心，有信心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来面对我们的人生，也求你赐福给我们的事业，求主你赐福给我们的事业，使我们生活没有缺乏，使我们的生活不缺乏，也赐福我们的儿女，赐福给我们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多苦多难的世界，我们这个多苦多难的世界，主啊，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你未来时就已经近了，末世必有许多患难，末世一定有真多患难，这不过是灾难的起头，这个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恳求让我们用信心抓住你，恳求你和我们信心来抓住你，直到走完世上的路，怎样走完这个世上的路，做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人，做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走的人，我们可以体会到你获得大能力，我们也要体会到你格外大能力，体会到你眷顾我们的大恩典，体会到你眷顾我们的大恩典，也体会到你垂听我们祷告的大怜悯，体会到你垂听我们祈祷的大怜悯，这样祷告祈求，这样祈祷祈求，奉主耶稣圣名，奉主耶稣圣名，阿们，阿们。我们在唱诗第二首，也不是第二首，这是天父世界，这是天父世界，我唱诗而敬你，手中万物歌唱不停，语中诚心合一。这是天父世界，我心得叫安宁。我从树木蓝天碧海，全是描述是天父世界，让我千万别忘，黑暗森林虽然长我
应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下半段到十三节，我们请邱传道带领我们。今天的其经文起自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下半节到十三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并不是应切话说着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自助，只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们一起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在唱诗第三首，荣耀圣名。站立，我们一同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试图信经，请郑以万同工带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宣告我们的信仰，就是试图信经，我们一起来攻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的教会，我信圣主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
今天的题目是笃信不疑。今天的题目是笃信不疑。我们晓得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讲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所以保罗跟人讲，信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信是上帝托人特别的恩典。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立。义人必因信得立。义人必因信得胜，义人必因信得胜，义人必因信得赏，义人必因信得赏，因信得救，因信得救，因信得利，因信得力，因信得胜，因信得胜，因信得赏，因信得奖。这是圣经里面所强调的，这个是圣经里面所强调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你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记，是未见之事的切记。我们拍照的时候，我们音速的时候，我们用底片，我们用这个相对，或者我们把它录下来，或者先给它录下来，以后放出来就看见真实的东西，该放出来就看见真实的东西了。所以我们所放之事的实底，所以我们所放的这个事的实底，就是我们根本的相信，就是我们根本的相信，不是信自己，并不是信自己，不是信别人，也不是信别人，乃是信那个永远不改变信实的上帝。你是信的是永远未改变信实的上帝。希伯来书的作者又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个案例说，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还没有看见东西，那你个没看见物件，怎么能够相信会得到呢？那怎么也相信那种得到呢？就是需要信心，就是需要信心。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一章第六节说，所以希伯来书作者的十一章第六节里面案例说，人非有信，人若没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就不要得上帝喜悦。因为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的人，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有上帝，必须信有上帝，并且信他赏赐一切真正寻求他的人，那个信的赏赐所有要寻求的人。保罗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保罗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相信神用他，他相信上帝的应允，他相信所传的福音，他相信所传的福音能够改变人，要改变人，能够拯救人，要拯救人。所以他一生为福音摆上自己，所以一生就为了福音摆上自己。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今天经文跟我们讲什么呢？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罗马书头无论是心里的人，是坏坏人，是聪明人，是愚拙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无论是心里的人，是坏个人，是聪明人，是愚拙人，我拢欠因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情愿尽我力量，将福音也传给恁在罗马的人。第十六节，十六节来讲，我不以福音为耻。我无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福音本是上帝大能，要救一切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后是希利的人。因为上帝的意，因为上帝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在这福音顶上显明出来。这意是
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意思，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什么意思呢？有了信心，有了信心，要加上信心，要加上信心。所以信上加信，所以是信定个加信，笃信不疑，是笃信不疑，就能够信得完全，要信得完全，信得真实，信得真实，信得有力，信得有力，信得有功效，信得有功效。正如经上所说，就咱就经经所讲的呢，一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我喜欢中文的繁体字，我爱这个中文的繁体字，好过简体字，好过简体字。因为简体字的意是打叉的意，因为简体字那个意是该拍叉的意。但是繁体的字这个意很有意思，繁体字的这个意非常有意思。上面是一只羊，顶个是只羊，下面是一个我，下个是一个我。如果你到过澳洲去，你来把去个澳洲，有人会带你去看一个地方。有人会带你去我的所在。有一个房子上面，有一间厝的顶下。他们说装饰的不是狮子，不是老鹰。因顶个说装饰的并不是鹰啊，不是狮啊，乃是一只羊。你是只羊。后来人家问他为什么这个人房子上面是一只羊呢？后来有人问过，按照你厝顶的顶下是只羊呢？导游要告诉你。导游就会跟你讲。这个是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经典的。这个是有一个故事，一个经典的。因为当一个人在建筑的时候，人家人在建筑的时候，他从高处掉下来，已经进地基性关锁在滑下来，结果没有死了，结果没死了。为什么呢？安怎没死呢？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有一群羊走过去，因为那个时候有一群羊走过去。当羊走过去的时候，当羊走过去的时候，这个人就跌在这个羊的身上。这个人滑落的时候就跌在这个羊的身顶。结果那只羊死了，结果羊死了，他活了，他活了。同样的，相像的，主耶稣来到世界，成为我们的救主。主耶稣来到世界，成为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拯救人。所以我们因为他的牺牲，赦免流血，所以我们因为他的牺牲，赦免流血，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我们就得到新的生命了，领受神的恩典，领受上帝的恩典，与神和好，跟神和好。所以义很有意思，所以义是真有意思。我们回到刚才的经文，我们说等到咱们说他的经文，保罗告诉我们，保罗跟人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因为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这个字带领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爆炸物，就是会爆炸的东西， Dynamic， 会爆炸的，很有能力的，是有能力的，炸开了，是炸开的，人刚硬的心，炸开了人刚硬的心，炸去了一切的罪恶，炸去了所有的罪恶，炸去了一切的虚伪，炸去了所有的虚伪，将人真正显露在神的面前，将人真正显露出来，就好像圣经说，就然就圣经里面所说的，到末后的时候，到末后的时候，上帝要让每个罪人站在这个白色的大宝座面前，上帝要托每一个罪人站在这白色的大宝座前。为什么用白色呢？安怎用白色呢？因为白色可以把一切的肮脏污秽都显明出来。因为白色可以将所有污秽的物件拢显明出来。不信的人，那不信的人，到了神这样的审判的时候，到上帝这款的审判的时阵，没有办法推诿，是无办法能推诿的，因为他一生所做的一切隐藏的。一心所做的所稳重的邪恶的邪恶的污秽的老凶的可耻的是可耻都显出来了，都全部显明出来了。所以神不必定他什么罪，所以上帝不能定他什么罪，他自己的良心定他的罪，他自己良心定他的罪，他是该灭亡的人，他是应该灭亡的。弟兄姐妹，兄弟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信主的人不是站在百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不是站在百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乃是要站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你是要站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什么审判呢？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什么样的审判呢？是你工作的审判，是你工作的审判，你品格的审判，你品格的审判。上帝要问你，上帝要问你，你蒙恩得救以后，你蒙恩得救以后，你为神做了什么？你为上帝做了什么？你摆上什么？你摆上什么？你付出什么？你付出什么呀？我们感谢主，那么感谢主。保罗说，保罗你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得做了，我并不是以为自己得到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是忘记你背后努力面头前，要得着主从上头来召我来，
要我得的奖赏。要得到主就顶头叫我来，要叫我得到奖赏。各位弟兄姐妹，兄弟姊妹，我们自己向神要的，咱家己想向上帝要得的，不会很多，不会真多。但是如果主要我们得到的，那就准备给人得到的，那是无限的恩典，那个是无限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感谢主。上帝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恩典，上帝是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好，咱了到伊面头前，享受到丰盛的祝福，来享受伊丰盛的祝福。感谢主，感谢主。保罗说，保罗安尼讲，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忘记以后过去的。我不会记得以后所过去的，我要努力面前的，我要努力面头前的，向着主所为我定下的标杆，要向着主为我所定的标杆，来跑我该跑的路，来走我应该走的路，打我该打的仗，打我应该打的仗，让我一生没有虚度，让我一生没虚度。他真是这样达到了，一向是这样达到了。所以当他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所以等他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他说什么？伊讲什么呢？当跑的路我跑尽了，走的路我走完了，走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所信的道我守掉了。我没有失去我的信心，我并没失去我的信心。有没有没有失去我的信仰？我没失去我的信仰。我没有失去足够的恩典，我没失去足够的恩典。更宝贵的，更加宝贵的，美好的仗，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我打过了。他告诉我们，伊甲人讲，我们不是跟血气的征战，俺并不是跟有血气的征战，我们呢是跟那位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来征战。恁是跟那个在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来征战。要攻破敌人的营垒，咱要攻破敌人的营垒，把人心夺回，将人的心得夺过来，好像摩西一样，就难像摩西呢，把那些伪奴的。将遐围炉的，在埃及的铁锅，在埃及的这个铁埃里面，在埃及的火坑，在埃及的埃坑里面，在埃及的淤泥当中，在埃及的这个泥土中呢，把他们救出来，将应该救出来。我们晓得，当以色列百姓在极大的痛苦当中，咱知当时百姓是在极大的痛苦中呢。法老呢不给他们草，法老无要给他们草，也不给他们泥，也无要给他们土，要他们自己去找插槽。找泥来做砖，要建家己找草找一个土来做砖，要叫他们建两座城，要建起两座城，一座叫比东，一座叫兰塞，一座叫比东，一座叫兰塞。比东跟兰塞是什么呢？比东跟兰塞什么意思呢？第一头劳苦，劳苦。第二愁烦，愁烦。所以人生在世界上，所以人生的世界劳苦愁烦，劳苦愁烦，仆仆风尘，仆仆风尘，庸庸碌碌，是庸庸碌碌的，患得患失，是患得患失的，过一生，来过一世人，到头来，到尾，不过是一场梦，拢是一场梦，到头来，到尾，不过是一场梦，只不过是一场空。所以传道书告诉我们，所以传道书跟人讲，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有拢是虚空。我们一生的年岁，恁一生的年岁是70岁，是70岁，强壮的可以到80岁，那是强壮的也要到80岁。但是摩西说。总是摩西讲，其中所经夸的，其中所要夸起的，不是劳苦愁烦，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咱就飞咧就去了。如果你去过伦敦，那是要去过伦敦，你可以到伦敦的博物馆，你要再去伦敦博物馆看一幅图画，去看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描写摩西的时代，这个图画是描写到摩西时代，一个埃及人死了，这个埃及人死了，他躺在冰冷的石板上，他躺在这个冰冷的石板顶下，他的脚前放着很多金银宝贵，他的脚前拿着金做金文宝物，然后他的两只手呢就摊开了，他两只就是开开的，两袖清风，两手空空。是两袖清风，两手空空的。上面有一只鸟飞掉了。顶下有一只鸟啊飞去了。啊，下面写着什么？下看写着什么呀？我所用的。我所用的。我都得着了。我得着了。我所留下的。我所留下来。我失去了。我失去了。我便如飞而去。我就能就飞你安尼过去。灵魂出窍。灵魂出窍。走了。没了。飞到哪里去啊？飞去哪啊？感谢主，感谢主。主耶稣说：“主要说给人讲，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心中不能忧愁。你们信上帝，当信我。你信上帝就信我。在我父的家里，在我爸家来，有许多的住处。我真多徛的所在。若是没有，那是无，我早已告诉你们。我直接就跟人讲了。
我既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其实为了恁为未所在的。我为你们预备了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我若为恁预备了所在，我就会过来接恁去到我那个所在。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伫个所在，恁也要伫个所在。难怪保罗说，未过保罗安尼。我正在两难之间。我正伫两难中呢。不晓得继续活下去好，唔知是继续活落去好，或者离开世界好，或者是讲离开世界好。但是后来说什么？到后来一阵又讲啊，情愿离开世界，情愿离开世界，与这与主同在，甲主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好的无比这四个字，好的无比这个四个字，可以用很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的。用一句真简单的话来形容伊，好到流口水了，好啊，到会流汗。难怪有一个牧师，未过这个牧师，常常替人行葬礼，常常替人诶，这个有葬礼。有一天他这样说，有一摆安尼讲，我看见人抬棺材，我看见人扛棺材，送人到坟墓去，啊，送人去坟墓遐所在。我觉得主啊，什么时候释放我？我就会讲讲主啊，什么时候要投放我？哇，有的人看见棺材，有人看见棺材。避开了就避开了，闪开了闪开了，吐了唾沫，啊，个会吐沫，摇头摆脑，啊，就摇摇头。哎呀，不要看，最后不能看。但是他说什么？总是这样讲啊。我每次看到棺材，我大概看有棺材，我就流口水，我就会流汗了。什么时候轮到我不必在世上受苦啊？什么时候轮到我不能在这个世上来受苦呢？我们感谢主，咱们感谢主。一个真正羡慕主显现的人，这个真正羡慕主也要显现的人，正像保罗所说的，就咱就保罗所讲。当你所信的道守住了，等你的所信的道守掉了，当你当跑路跑进了，等你应该走路你走进了，当你没有的仗打过了，等你这个美好的剑拍过了，神就为你预备一个公义的冠冕。上帝要为你预备一个公义的冠冕，不但为保罗，不单单为保罗，忠心侍奉主传福音的保罗，忠心侍奉主传福音的保罗，也为你，还为着你，为我，为着我，一切羡慕主显现的人，所有羡慕上帝显现的人，感谢主从卑微软弱无能的人当中，感谢主在卑微软弱无能的人中呢，拯救我们做他的儿女，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因为我们蒙恩，因为我们蒙恩，蒙神的拣选，我们蒙上帝拣选，蒙神的爱，蒙上帝的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没什么人可夸口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在我们生命中能塑造我们，来塑造我们，栽培我们，来栽培我们，浇灌，来浇灌，施肥，来施肥，培养，来培养，修理，来修理，使我们可以出壮，让我们也要出壮起来，使我们可以开花结果，让我们也要开花结果，让我们可以向下扎根，让我们也要向下来扎根，向上开花结果，向顶下来开花结果，生命有增长，生命就在增长，在恩典中。在这个恩典中呢，享受神的祝福，来享受上帝祝福。我们真是要感谢主，真是来感谢主，因为神造就了我们，因为上帝来照顾了，让我们成为尊贵，好，咱要讲这叫尊贵，刚强，刚强，荣耀的人，荣耀的人，来荣耀神，来荣耀上帝。神这样塑造我们，上帝这款的塑造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他要用我们，因为伊要用人。一不度不成器，玉若无度就无成器。人如果没有调教，就不成才。人若无调教，就无成才。同样的，相像诶，神让我们有了信心，上帝要让我们有信心，加上德性，加上德性，加上各种的恩典，各种各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丰丰富富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让我们丰富的到上帝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神让做上帝的儿女，不但要信心坚固，不单单那个信心坚固，笃信不疑，笃信不疑，尽心竭力，那个尽心竭力，将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听到的人，将福音传给还没听到的人。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民族，咱讲的世界上真多民族，被称为未得之民，或者未得之民，还没有被神得到，也个未和上帝得到。所以保罗说，所以保罗安尼讲，我所要的是什么呢？我所要的是什么呢？有三样，有三项，让我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让我晓得基督格外大能。第二样，第二项，让我晓得。哦，我也晓得。以主同受苦所得到的荣耀，咁主所受苦以后所得到荣耀，让我晓得。哦，我也晓得。当我卑贱的身体过去以后，等我这个卑贱身体将做过去以后，我怎么样在荣耀当中与主相见？我怎样在荣耀中间要跟主相见？所以保罗一生，所以保罗一生就是做到了两句话，就是最高的两句话：方中处处，
风中处处结果累累，结果累累，他荣耀上帝，来荣耀上帝，神没有忘记他，上帝不会记得他。当他在监牢里面，等于在监牢里面，他说众人都离开我了，他说众人都离开我了，有的朋友，有的朋友，有的同工，有的同工，有始无终，有开始无结尾，好像敌马一样，就人就敌马呢，一看到繁华的世界，一看见繁华的世界，就离开他，就离开他了，跑到帖撒罗尼家去了，就去到撒太太帖撒罗尼家了，有的他的同工，有的也同工，好像那个约翰，人就约翰呢。起初离开他，起初离开，后来悔改了，后来悔改了，再回来了，搁得回来。保罗很想念他，保罗真想念他。哎呀，你要把提摩太带来，你就将提摩太带来，因为他是我属灵的儿子，他是我属灵的儿，他对我有益无损，他对我是无益无损的。他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请你叫他把我的皮衣也带来，请你叫他将我的皮衫带来，因为在这里好冷啊，因为这个所在真冷，他对我有益，他对我有益。这样的朋友虽然是起初跑得不好，这样的朋友虽然起初的时候找你不好，后来很好，后来真好，所以是无始有终的朋友，这个是叫无始有终的朋友，更好的，更加好的，好像路加医生，人像路加医生，他一生陪着他，他一生是陪着他，他爱保罗，也爱保罗，为保罗做一个私人的医生，为保罗做一个私人的医生，看过他，来看过他，有始有终的，是有始有终的，形影不离的盼着他，就是形影不有两个人在陪着他。但是现在保罗在监牢里面，这阵保罗在监牢里面，众人都不能亲近他，众人拢未晓亲近伊。但他孤苦一人，恰然一身的时候，伊是孤苦一人，恰然一身的时阵，他说：“伊安尼讲，感谢主，感谢主，我有主，我有主，站在我的身边，徛伫我的边头，加力量给我，加头我气力，让他可以跑完他当跑的路，好要走完伊应该行的路。”当以利亚，等以利亚灰心到了极点的时候，灰心到极点的时阵，在罗藤树下，伫只罗藤树下卡，他求死啊，伊求要死。他说：“我不像我的列祖。”伊讲：“我无像我列祖。”主啊，让我死吧！主啊，让我死啦！神有没有叫他死？神无叫伊死。神不要他的仆人们，上帝无叫伊仆人，也不要他的儿女们，也无要叫伊家里伤心孤单到死，伤心孤单到死。所以他派天使，所以就派了天使。给他吃，给他喝，可以吃啊，可以啉。他睡觉，一困，啊，天使对他说：“天使就起来吃喝吧。”啊，爬起来吃啦，啉啦。他又吃又喝，又各吃又各啉，就仗着吃喝的力量，就因为这个地的困难，跑了四十昼夜，行了四十米日，到哪里去呢？去这个呢？到神上帝的山去，去上帝山。弟兄姐妹，兄弟姊妹，当你灰心到了极点的时候，等你灰心到极点的时候，你不可以失去你的信心，你不会失去你的信心。因为一个人如果失去信心，这个人若失去信心，会好像一条船漏了洞，就人就一只船漏空了，会在风浪当中沉沦，在风浪中人一定会沉落去。当一个人失去信心，那些人失去信心，心中就失去了把握，心中失去把握，好像烂了的，人就是已经烂了，不能再恢复，无法能够恢复起。一个人失去信心，这个人呢失去信心，就好像仓一样，就然就撑你啊，烂坏了，你就不能够得着健康。烂了、坏了，就无得着健康。所以信心称作恶心，所以信心这个显示恶心。上帝不要我们没有信心，相信无被上帝无叫人无信心。我们成为一个信心坚定，那么讲做讲做这个信心坚定，笃信不疑，笃信不疑，传福音，传福音。给许多人的人，托真侪人的人，神一定叫我们看见果效。上帝一定要让人看见果效出来。有一次有一个人，有一摆有一个人来到一个主的老仆人那里，对他说：“来个主的老仆人的所在，对伊讲，我的讲道不输你的，我讲道无输你啊。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我呼召没有人悔改？按怎我特别呼召无人悔改呢？”啊，这位很有经验的主的仆人，这个真有经验，主的仆人很谦卑的请他坐下来，就真谦卑的请他坐下来。他问他几个问题，就问他几个问题。你相信你呼召的时候神在用你吗？你相信你呼召时阵上帝在用你吗？你靠的是什么？你所靠的是什么呀？第二样，第二项，你相信神会用你讲呼召的话去感动人悔改吗？你相信上帝要用你讲呼召话来叫人悔改呢？这个传道人
这个团队人低下头，就按头下来，不敢说话，不敢讲话，因为他不相信，因为他不信神会用他，他不信上帝要用他，他也不相信，他也不相信他所讲的道会叫人悔改，他所讲的道会叫人悔改。后来他每次上台以前，所以后来 他后来每次上台以前他就跪在神的面前，他就跪在上帝面前，谦卑的对主说，谦卑的对主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才能，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是依靠你的灵才有假术。主啊，主啊，求你用恩膏膏我，求你用恩膏来膏我，让我在你的大能膀臂之下，好我在你带领的膀臂下，享受你的庇护，你的同在，享受你的庇护，你的同在，做一个奉差遣传福音的人，做一个奉差遣去传福音的人。从那天起，对那里开始，他不再仗着自己的口才，他不用仗着他自己的口才，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能力来讲道，来讲道了，乃是顺着圣灵的引导，你是顺着心灵的引传，结果神用他，结果上帝就应许，许多人蒙恩得救，真侪人就蒙恩得救，他感恩不尽，他感恩不尽，因为不是他在工作，因为不是他在工作，那是上帝借助他成就他自己的工作，你是上帝要接着他来成就上帝自己的工作，所以你要自问，所以你自己问自己，当你做圣工，等你做圣工，帮助人的时候，等你做圣工帮助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守戒心清？你是不是手洁心清呢？全然交托，全然的交托呢？全然不笃信，全然的笃信呢？满有信心，是满有信心的。像一粒芥菜种，就咱就一粒这个瓜菜种呢，可以结出许多籽粒来，要结出真多的籽粒出来。因为主耶稣应许，因为主耶稣应许，你如果没有失去信心，你若无失去信心，只要有一粒的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那你有一粒，咱就瓜菜种那大的信心。你看过芥菜种没有？你别看个瓜菜种嘛。芥菜种等于我们最细的 ball pen 的一个一粒，前面那一粒小小的。啊，瓜菜种是比咱所用的种最细的种原子笔来点开迄个上细的迄点物件啊。那不过在滚动的时候，在咧滚动的时阵，里面的汁就出来了，里面的汁就出来。你可以画很漂亮的图画，所以你就画出真水的图画出来。你可以写出很有用的词句来，还要写出真最有用的诗句出来。圣经说，圣经安尼讲，你只要信心，有毅力像芥菜种那么大。你的信心哪能有几多人就瓜菜种画连大呢？你可以移山。可以倒海，你要移山倒海。弟兄姐妹，兄弟姊妹，亚伯兰，亚伯拉罕，为什么成为信心之主呢？按这块也讲做信心之主呢？有两件事，有两项代志。头一项，他相信上帝是实无变有的上帝。他相信上帝是徒无变有的上帝。第二样，第二项，他相信上帝叫死人活的上帝，伊也相信上帝是要叫世人格外上帝。当他一百岁的时候，等于一百岁的时阵，太太已经八十六岁了，太太已经八十六岁了，经期断了，经期也断了，根本不可能再怀孕，根本不可能会怀孕的。但是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总是伫上帝是无有做未到的代志。所以枯树开花了，所以枯树开花了，以撒生下来了，从以撒生出来了，这是神叫十五变有的神，这个是上帝讲做一个毫无变有的上帝。第二样，第二行，亚伯兰，亚伯拉罕相信他把以撒献上，相信伊拉将以撒献上，神还可以叫他再活，上帝也要给割活起来，奇妙不奇妙？奇妙无？这样的信心，这款的信心，就是亚伯兰的信心，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圣经说，所以圣经啊，你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的先求上帝国参义义，这一切所需要的，神都给你，一切所需要上帝拢要托你。我们晓得，咱怎样？人非有信，人若无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没有得上帝喜悦。传福音，传福音需要信心，需要信心。救灵魂，救灵魂需要信心，需要信心。医病赶鬼，医病赶鬼需要信心，需要信心。带领教会，传领教会更需要信心，更加需要信心。帮助人，帮助别人，关心人，关心人，一样需要信心，一样需要信心。圣经说，圣经安尼讲，你要将种子撒在水面上，你要将种子压在水面顶下，水把种子带走了，水将这个种啊带带出去了，没有你的事，无你的代志，因为神让种子落在那里。因为上帝托这个种落在什么所在？在哪里生长？这个所在生长起来。我们中国人，咱中国人
凡是海水所流到的地方，凡是海水所流到的所在，都有中国人，拢有中国人。为什么呢？安怎呢？中国人放羊，因为中国人是放羊，他们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怕担，好汉不做兵。而且中国人说呢，中国人安怎讲呢？物力相贵，东西力可以乡下卖到外国就是好货。物力相贵啊，物件老高外卖到外口就变最好的物件了啊。人离了本乡，人呢离开本乡就很卑贱，就真卑贱了。但是没有想到，总是没想到，今天在海外的华侨，今天在海外的华侨都出头了，拢出头了，都成为很伟大的人，拢成为真伟大的人。如果你常常看凤凰，你也常常常常去看凤凰，或者中国的许许多多的典故，或者是看中国真多的典故，远方的家，真远的所在家，讲到很多留学生。讲到真多留学生艰苦的奋斗，后来成为世界很伟大的人物。后来讲就写成伟大人物。他们像一粒粒的种子，因此咱就一粒一粒要种呢，流到远方去，流到真远的所在，落在异乡的土地上，落在这个外口的土地顶下。没有想到他们发芽生长，没想到因的不给行动出壮，出壮起来，结实，结实，成为伟大的。也做伟大，这都是神的恩典，拢是上帝恩典。各位弟兄姐妹，保罗讲了一句话。听你姊妹保罗讲了一句话。我保罗算不得什么。我保罗无算你什么。亚波罗也算不得什么。亚波罗也无算你什么。我撒种了。我亚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亚波罗是灌水了。但是叫他生长的乃是上帝。总是叫伊生长的拢是上帝。弟兄姐妹，兄弟姊妹，你不晓得早撒的生长，你唔知啊是早压落去的生长，或者后下的生长，或者是或者是晚哦晚压落去的生长。传福音也是这样，传福音嘛是安尼。我来福音堂的时候，等我来到福音堂的时候，看到许多信徒的家庭，他们进入信徒的家庭，有些丈夫连理都不理，有的丈夫连插都不会插，不欢迎我们去探访他们，不欢迎我去探访人。但是后来，到后来，竟然做了教会很好的长老。今天是做了教会真好的长老，为什么呢？安怎呢？神的时候一到，因为上帝时阵一到，上帝感化他的心，上帝感化人的心，吸引他，吸引你，使他来到神面前，会来到上帝面前，谦卑悔改，谦卑悔改，一个蒙得救的人，就这蒙恩得救了。有一天，有一个人肚子饿了，有一个人肚子枵了，他就买一个馒头，一直去买一个馒头，吃了，吃了了，没有饱，还阁未饱。买第二个，搁买第二个，吃了，吃了，还不饱，还搁搁你无饱。买第三个，买第三个，吃了，吃了，还不饱，还搁无饱。买了第四个，买第四个了，刚刚咬一口就饱了，都夹一嘴就饱了。你知道他说什么？你怎样一装？早知道我买这第四个，早知道我就就买第四个，我咬一口就饱了，我夹一嘴就饱了。我问你，他怎么会饱？我问你，怎样安怎也饱？没有前面那三个馒头，怎么会有第四个馒头叫他饱？那么前面的三个馒头，要怎会有第四个馒头叫伊饱呢？所以你传福音，所以你要传福音，不要灰心，唔连灰心，不要累赘，唔连累赘。你只要把种子撒下去，你能将这个茎给压落去。在好地图上，在好的土地顶，总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总有30倍、60倍、100倍收成。你叫他成长的乃是上帝，因为叫行动的是上帝。如果你传福音，那是你传福音。撒种的时候，亚种的时阵，看不到收成，无看见收成。你要对自己说，你要对家己讲，我不过是撒种的人，我只不过是在亚种。现在我撒种，让别人去收割。即阵我亚种，给别人去收割。如果你收割的时候，你来收割的时阵，你要谦卑的说，你来谦卑的讲，我不杀的，我反倒收了。我无亚种东西，我反倒变起来，我也要收了。因为上帝让我去收别人所杀的，因为上帝叫我去收别人所亚的。福音的工作就是这样，福音的工作就是这样，接二连三，是接二连三的，一个接一个，一个一个接一个，一次加一次，一摆个加一摆。让人真正蒙恩，让人真正得恩。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上帝的美意本是安尼。所以，当你在撒种的时候，是等你的亚种的时阵，看不到收成，无看见收成，你要感谢主，你得感谢主，因为神让你做一个撒种的人，因为上帝给你做一个亚种的人。当你有收成的时候，当你有收成的时候，千万不要骄傲，千万不能骄傲，因为你是收别人所撒的，因为是收别人所亚的。坦白来说，坦白来讲，今天很多人每天都吃果子。
今天你真多人拢在吃果子。吃的果子不是你自己种的。所以果子并不是你自己去种的，乃是别人种的，是别人种的。你享受，你来享受。所以我们要长存感恩的心。所以我们长存感恩的心，做一个真正感恩的人，做一个真正感恩的人，尽你的本分，尽你的本分。保罗说，保罗安尼讲，不论是心里的人，不论是心里的人，不论是话外人，不论是话外人，不论是聪明人，不论是巧的人，不论是宇宙的人，不论是这个梦的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我拢欠伊的债。弟兄姐妹，兄弟姊妹，有人欠债，有人欠债，有人还债，有人还债。人欠欠人，人欠欠人，很平常的事情，这个是正常的代志。但是这上世界上有四种人，世界上有四种人。头一种人，头一种人。欠人不给人欠的，欠人东西不被人欠，这是自私的人，这是自私的人，占尽便宜，是占尽别人的便宜，享尽好处，享尽好处，不让人得到他一点好处，不被托人得到一直当卖好处。第二种人，第二种人，人欠我，人欠我，我不欠人，我不被欠人，这是一个好人，这个是一个好人，宁可吃亏，宁可吃亏，也不要亏待别人，啊，不被托别人。亏待别人。第三种人，第三种人，你欠我，我欠你，你欠我，我欠你，欠来欠去，欠来欠去，礼尚往来，礼尚往来，啊，互不侵犯，就互不侵犯的，啊，就这样过去了，就安尼过去了，一生欠欠欠人，一生就欠人，欠别人，别人欠伊。第四种人，第四种人，我不欠你，我不欠你，你也不可以欠我，你也无做欠我的，我跟你没有相干，我跟你无相干的，这个是很。孤独的人，这是真孤独的人。但是还有一种人，还佮另外一种人，我没有欠人，我无欠人，但是常常觉得我还亏欠，总是我想着家己我佮真亏欠。这一种人两个可能，这个这种人两个可能，一个是神经病的人，这个是神经病的，没有欠人还说我欠人，你无欠人还讲你欠人。第二种人，第二种人，属灵人，是属灵的人，神所买赎的百姓，是上帝所买赎的百姓。他们常常对别人有一种亏欠感，他常常对别人有一种亏欠感。所以保罗说，所以保罗这样说，我情愿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情愿将福音传给你们罗马的人，我把福音传给你们，我将福音传给你们欠债，欠债早还早还，那你卡债行就卡债了，我如果早一点去就好了，我来卡早去就好了，我就 不必有一个亏欠感，我就无一种亏欠感。保罗用这样的心，保罗用这款的心，不以福音为耻，不以福音为耻，让神的大能和上帝大能彰显在每一个不义的人身上，彰显在每一个不义的人的身上，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和咱的主的里面成为一个义人，叫做一个义人，因信得生，因信得生，因信得利，因信得利，因信得胜，因信得胜，因信得赏，因信得赏。愿神使用我们，愿上帝使用我们，因为神要我们这样活在世上，因为上帝要叫咱这款活在世上来荣耀他，来荣耀伊。我们低头祷告，阿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我感谢俄罗斯，竟然拣选了我们这些人，竟然拣选了我们这些人来做你的出口，来做你的出口，成为你爱的延伸，叫做你爱延伸，叫许多人因为我们得到你福音的好处，叫真多人因为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因为我们白白得来的，做我们白白得到的，我们要白白舍弃，我们要白白白舍弃，就教导我们好像保罗一样，要惊死我们，就别人我所得的奖赏是什么呢？我所得的奖赏是什么呢？就是叫人不花钱得到福音的好处，就是叫人没用钱要得到福音的好处，与别人分享神的祝福，你要跟别人分享上帝祝福，因为你这样爱我们，你这样疼我们，也把爱放在我们心上，将爱放在我们的心中，不是我们先爱你，不是我们先爱你，是你爱了我们，是你先来疼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你，并不是我们拣选你，乃是拣选了我们，你是你来拣选我们，又分派我们去结果子，一个分派我们去结果子，使我们的果子长存，使我们的果子是长存，而且有更多的果子，也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来荣耀你。主啊，不是我们真正的拣选了你，主，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拣选你，乃是你拣选了我们，你是你拣选我们，
你爱我们，你疼我们，你用我们，你应我们，就是继续使用我们，求主你继续使用，像保罗一样，咱就保罗呢，一生没有虚度，一生无虚度，直到见你的面，直到见你的面，你对我们说，你对我们讲，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你这忠心个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一切的福乐，也要入来享受你主人所有福乐，我们便心满意足，安尼，我们就要心满意足。你们知道，在主里面劳苦不是徒然，我们怎样在主里面劳苦，并不是徒然的。教导我们，求主你加赐我们，竭尽心力，竭尽心力，坚定不移，坚定不移，笃信，笃信，你的同在，你的同在，你的祝福，你的祝福，你的使用，你的使用，直到见你的面，直到见你的面，感恩不尽，感恩不尽，奉主耶稣，奉主耶稣圣名，阿门，阿门。现在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就是那边唱诗歌。这首诗歌是我多年前写的，这首诗歌是我真多年前写的。当我想到，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手去抓住神的手，等我想到将我们的手去抓住上帝的手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抓大人的手，就像一个囡仔来抓这个牵这个大人的手呢，抓到的不过是一个指头，所以抓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指头啊。有时候我们放松，有时候那放松，我们就抓不住了，那就抓不着了。所以我们要让主来抓住我们，所以我们叫给主来给我们抓住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子，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子到一个妈妈的朋友家里去做客，他去妈妈的朋友家来做人客。那么他的主人的女主人就拿一瓶呢，那个果子啊，糖果。那个女主人呢，女主人就提一板这个糖啊，给他拿。那叫伊提，他一直不要拿，一直无要提。后来呢？到后来呢？主人就伸手抓了一大把。啊，这个主人就伸手提一大把出来，就给他，就好伊咯。他用两只手把他接过来了，就两手合起来接起来。再回到了半路上，你得等于出来半路母亲问他说：“哎，妈妈就问伊讲，为什么那个阿姆呢？叫你拿你不拿？按怎个怎么阿姆叫你提你无要提啊？”他回答得很巧妙，伊就应该真巧妙。他说：“我的手很小，我的手真小只。我如果伸进去抓，最多抓两三粒。我那是伸手去提，最多是提两三粒。你看，我现在两只手都满满的了。你看，这阵我两手拢满满。所以神如果牵引你。”所以兄弟是看因你，他就不会放过你，他就不会把你放弃。这首诗歌怎么说？这诗歌怎样说？牵引我，看因我，求主来牵引我，求主你来看因我，我不让我在苦难中失落，不让我在苦难中失落，牵引我，求主来牵引，看因我，求主来看因我，我不敢凭感觉往前行，我不敢凭感觉向前来行，你的爱若温暖我的心，你的爱来温暖我的心，我就不会淡然过一生，我就不要淡然过一生，牵引我，看引我，求主来牵引我，求主你来看引我。好，我们请诗班来给我们唱这首诗歌，请诗班来吟这首诗歌。今天讲到这里，兄弟姊妹，到今天你讲到这所在，如果你觉得好，分享给其他的同工，那你觉得好，分享到其他的同工朋友，朋友，甚至
还没有信主的人，甚至还个未信主的人，以及那些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以及怀的主人兄弟姊妹，我们感谢主，那么感谢主，神会保守，会眷顾我们，上帝要保守，要眷顾，让我们一生，让我们一生跑美好的路，来走这条美好的道路，守最美的道，守着最好美好的道，打最完美的仗，啊，拍这个最完完美的仗，直到我们在福音的事工上。尽了我们所能，得到你的福音，希望听下尽人所能，与别人一同分享福音的好处，跟别人一同分享福音的好处，直到主的再来，得到主的你们的奉献，你的奉献可以通过银行转账，或者通过银行的转销，或者把钱送到教会，那么这是将钱啊交到教会，使上帝的家有粮，和上帝家有粮，愿上帝赐福你的家跟你属灵的家，愿上帝祝福你的家，和你属灵的家，我们可以为神成就更大的工作，因为为上帝成就更加大的工作，更美的工作，更加美的工作，更完全的工作，更完全的工作，直到主再来，直到主会过来。弟兄姐妹，有人贫穷，兄弟姐妹有人穷缺乏，欠缺，伤心，伤心，难过，难过，你要关心他们，你得关心他们，也可以通知教会，也就是通知教会，让教会用仁爱金来帮助他们，教会用仁爱金来帮助你。用朋友之爱的基金来帮助他们，用朋友之爱基金来帮助你，或者有其他的方法，我们个人来帮助他。再有其他方法，就是你个人来帮助。我们在主内一家，我们的主内一家，享受主里的甘甜，享受主中的甘甜。我们深信，咱深信，帮助穷人，帮助穷人的，乃是借给耶和华，是借头借头耶和华，耶和华必定会加倍赏还，耶和华必定会加倍的赏还，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施比受更有福，愿神这样赐福给你，愿上帝这款的祝福给咱。现在我们报告到这里，报告到这，我们要唱最后一首诗歌，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保守眷顾，保守眷顾，愿主之保守眷顾，愿主向你要敬言来施恩主，平安的福，平安的福，愿主以他怜悯的眼赐福你，赐你福，福光照千年丰富，愿主恩待你，使你长。主恩待你，使你常蒙福。我们站立接受神的祝福。但愿仁爱、平安、信心从父上帝并主耶稣的归你们，并且爱神、蒙神所爱的人都蒙圣灵丰丰满满、充充足足、荣耀的祝福，直到主荣耀的再临，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散会。我们的道讲到这里，神赐福你。Shalom saudara yang dikasihi Tuhan, berjumpa kembali dalam LIA News minggu ini. Setelah kita melakukan 3 gaya hidup, yaitu smile, care, and share. Di minggu ini kita akan bersama-sama melakukan gaya hidup yang keempat, yaitu pray atau berdoa. Doa bisa membawa ketenangan. Doa bisa membawa kedamaian. Dan doa bisa membawa sukacita di dalam hati kita. Karena dalam doa, Tuhan berkarya. Doa tidak perlu memerlukan kata-kata seindah syair lagu atau bait puisi yang terangkai begitu rupa. Tapi doa memerlukan kerendahan hati dan kesungguhan hati kita. Datang padanya, ungkapkan segala syukur dan kerinduan hati kita.
kita bisa menjadi berkat bagi sesama kita melalui doa. Kita bisa berdoa bagi gereja, bagi saudara-saudara seiman, dan bagi orang di sekitar kita. Seperti doa berikut ini. Demikianlah LIA News minggu ini. Dan jangan lupa untuk tetap berdoa. Yakinlah dalam sebuah doa, kuasa Tuhan menjadi nyata. Tuhan Yesus memberkati.